就是海斗王子，他哦，他现在是海斗王子哦。然后呢，我是露雅公主。好的，海斗王子，我跟你讲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啊，爱你哦，所以呢我要演奏一首歌送给你，这首歌是我的主题曲啊，希望呢那个你可以很开心，送给我爱的海斗王子。小朋友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点个订阅哦。小朋友不要忘记了，要好好坚持自己的梦想。